今天的演出到这边告一段落了，那很谢谢大家陪我到最后一首歌。那旁边是我的资讯栏，对，如果喜欢的音乐，我的音乐的话，欢迎大家可以追踪 YouTube， 每周都会有新的影片，音乐的影片上市。那祝大家有愉快周末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大家跟我拍照，然后记得戴口罩保护大家，对，谢谢。